Kelly. Chajay.各位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我叫潘良华，潘是三点水这个潘啦吼。我来介绍我家己是三点水边啊一个番，住伫水边的番，吼，安尼你就较好记啊。因为我有那原住民，只是我是平埔族的原住民。那么真侪人拢。 住伫平埔，拢自以为我是汉人。其实我甲你讲，咱台湾人85%拢是平埔族原住民，吼。因为你若毋相信，你去予迄个马街病迄个林玛丽医师吼，甲你抽血验 DNA， 你就会知影讲，哦，原来你的血统是西拉雅族的啦，还是凯达格兰族的，还是克马兰族，吼。平埔族原来有10种呢。 毋是干那讲，山地的什么原住民，即马山地较早讲山地同胞嘛，即马过来改原住民。那么正式那日本时代，因是叫做高沙族，哦，这是日本的皇族加皇的名，哦。那么大家莫认出做老爸，我讲我原来祖先来到这第几代啊？其实作者拢是世姓，阮姓潘就是世姓啦，吼。 清朝迄官员来台湾视察啊，来看讲，哎，我这原住民，因拢姓啥？啊，原地这地方官就讲无咧，因拢无姓名呢。我安尼甲数一个名，因拢住伫水沟仔边，嘿溪边，哦，所以阮就住伫水边的番，哦，迄名，阮的姓是安尼来，哦，安尼你就较好记啊，哈。啊，其实欢迎大家欢喜来做番。 其实做番袂歹呢，以后咱的福利袂歹。哎，你有哪需要？以前的就是会受气，毋怕大家想要来做汉人，拢去学人穿汉人的衫，长袍毛嘛挂穿嘞，吼、哦，啊，你假做汉人，即马大家拢作者，若要咧承认讲伊是汉人嘞，全拢是假，85%吼。尤其真好看，就是讲你若手甲安尼讲起来。 只要有一顺呢，保证你是平埔番，番吼，真侪人一定有诶，吼、哦，看倒手啊，这样就好。那么我今仔来讲这个农场管理哈。其实，咱台湾人吼，哦，恁即马开始咧研究家己啊，吼，啊，过来增加，哦，你。 脚的上尾啊，上细肌迄个指甲，吼、哦，然后鼻边的迄吼，迄个那是 ，OK， 啊，过来，你来皮肤无作白，像我这要讲乌无成乌，要讲白无成白，吼、哦，这都拢南岛语系的，咱拢跟菲律宾、印尼，吼、哦，马来西亚，咱这拢属南岛语系，包括琉球，吼、哦，琉球拢是，哈、哦，啊，所以。 毋通搞不清楚状况，红西那会讲，我们都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错。中国人来吼，足少的啦，较侪两批移民，第一批较侪就是郑成功带来遐25000个人吼，啊，迄大部拢是军人嘛，因是武装的海产嘛，所以家眷够足少的，女孩子足少，所以因遐兵来伫遮时。 甲荷兰人赶走了，因这兵要娶某，绝对是娶咱本地的平埔族的女孩子做某嘛。所生落的囝，就剩50%是汉人嘛。所以啊，伊的囝若阁娶咱这原住民的女孩子，才剩2%。啊，愈来愈少。所以，尊讲你有汉人的血统，会超过15%。好，啊，你85%是咱原住民。 的基因，安尼你要讲你是中国人，你上高讲你是85%的中国人，吼、哦，85%本土台湾人嘛，啊，所以不要搞错对象吼，唔好认错做老爸，啊，佮做甲欢喜个吼，好，那么今仔我要来讲这个农业的部分吼，其实农业对咱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对一个行业，属农工商。 你绝对拢爱食着农产品，而且逐工照三顿食吼。
所以咱来关心咱的农业，到底咱吃的是啥物物件？我们吃下去的肚子里面的是哪些含量？是吃了有营养，佮加上毒药？因为咱即马关心农业，拢总爱除农药，你无除农药，收成足少的。所以若要行有机的，那因若真正做有机出来物件吼，咱爱用较悬的价钱甲买。因为要做有机的那个农产品不容易，好，因为咱即马农业大家除药啊除遐严重吼，你想要做有机，结果你的隔壁拢咧除药啊，遐虫拢会飞过来，咱即区产无除的只，好因咧，啊，等下我会解说着啦吼，啊，咱一人一人来照表操课来讲啦吼，来，咱先讲水甲农业的关系。那无水就无农业啦，因为一般拢讲阳光、空气、水是咱的生命的三大要素，水是其中一个。那么我个加一个就是土壤，所有的咱的动植物哈，拢爱有土壤做立基的地方，哈。啊，土壤嘛会当提供养分和植物落去做生长，哈。那么最真重要就是咱即马以前咱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石油咧战争，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就是因为水甲粮食来造成战争，因为你若无水，就无农业，无农业你就无农产品，就无粮食，哦，所以以后有可能是为了水资源来引起战争，好，那么进水哈，拢因为工业发展，所以造成足多工业啊化工的污染，造成咱清洁的水，哦，拢爱即马介侪人，大家拢爱买保特瓶的迄个瓶装水哈，啊，这就是以前了，你大概30年前，大家拢嘛家己喝水咧食，无人咧买瓶装水哈，但是即马瓶装水是满世界啊，表示这水已经受到污染，大家为了方便，所以拢爱买瓶装水咧食吼。啊，那么咱所有的农作物，拢一定爱用灌溉水咧甲灌溉，靠我都生长生产出来，所以水足重要，所以水资源的保护嘛是足重要哈。好，来啊，过来看这个杂草甲水土保持。咱即卖因为咱台湾呢。那个少年的饮食文化已经改变，所以已经无啥咧食稻米，所以咱做滴农地拢咧休耕哈，所以经政府的推广工咧休耕，啊，你就去种一挂花卉植物来做美化，啊，兼水土保持，因为你甲种这物件，那个雨滴滴下去的时候不会冲击土壤。啊，对水又老掉的哈，得当做水土保持。啊，你看这里，哦，这草花是种个真济，这水土保持的足够。但是山顶，哦，你看这莫拉克风灾、巴巴风灾，这种崩塌地，北这种崩塌地，这都阮屏东迄个中央山脉哈，哇，以前拢无这个物件。巴巴风灾了，因为雨量实在太大，咱一年年降雨量。台湾平均是2150mm，但是迄两三天，伫咱台湾就落超过2000mm，所以造成水土伤过饱和，所以迄土壤拢崩塌落来吼。OK， 啊，这是伫山林吼，我去爬山啊，发现这有一个崩塌地啊，那么这张大樟树啊。这个根吼，大概有三四楼啊，关深，所以你个一旦看到讲树啊，伫山顶是拢咧做水土保持作用诶，吼。那么日本时代日本人来台湾，发现台湾的高山有足好诶快木，哦，因为规只好茶，啊，因日本人做个带茶树，因为茶诶树是冬暖夏凉，所以因就采作伫台湾的好茶，等于日本。但是日本人咧采是伫咱的腰部遮起来，吼，采断了，迄粒头腰老掉了，
啊边啊搁种小苗落去。但是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来台湾了，伊同款找，不但找，搁把迄粒头挖起来做艺术的屏风，还是做地桌啊。哦，啊，因为这卖了足好价，哦，所以因足骨来挖的，挖了了。那么没有这些根系的保护山林的事，所以过来，咱这二十几年来，都拢定听到，那落大雨做风台的山林的土石流一堆。哦，这就是安尼来。无以前我做囡仔时代，没有听说什么土石流。尤其我伫住伫屏东，山顶若落，我若落大雨，山顶遐个水要落来到阮平地，差不多要一礼拜。而且，迄就是因为啊，有大乔木、中乔木、小乔木，迄条水滴拍着大乔木，佮滴落来中乔木，滴落来小乔木，滴落来矮灌木、灌木、地被植物，哦，啊，佮迄个腐殖土，遐。几啊千年落落来叶啊所产生的遐泥炭堆堆的，好无？迄敢若像海绵，拢甲竖掉了，袂讲一声像即马呢。山顶落差不多三四点钟，水就落来到阮下骹，表示山坡地都没有涵养的作用啊。哦，所以足紧落落，啊水是落落，啊以前落一礼拜雨出来了，迄水还阁小垮，嗯呀，即马是拢哦足，迄个波涛汹涌啊，弄弄叫安尼啦，吼。这个问题足多哈，好。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哈，有足多咱爱去学习的。尤其因是一个沙漠国家，水资源非常缺乏。因65%的水是爱靠因的加利利湖来供应。那么剩的不够的35%要为对来，因就发明海水淡化技术，所以来提供因25%的供水量。哦啊、所以因发展这个海水淡化技术是全世界排头名的、哦啊、那么剩的10%要安怎来？因就去做废水回收，再过滤再利用、哦 okay 啊、所以因发明像讲，因沙漠、欸、以色列人，因啊虽然沙漠，但是因的人嘛爱食物件呢。啊，伊边啊拢是罗马国家呢，哦，拢伊斯兰教的回教国家。拄啊，堪咱台湾介类似，咱边啊有一个足大个国家，叫做中共，嘛是不是讲要来侵犯咱，要甲咱纳入于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好啊，所以以色列这些国家，伊一定要发展伊个粮食自给的这个供应量哈、啊。所以因种的物件，伊个欠水，所以伊要发明这个滴灌系统，伊所种的这丛。用电脑控制水，吼、哦，伊一工要食偌济水，就用电脑控制滴下去。敢那伊本身这个根部遮有水的，边啊遮拢无水。水甲植物吼，草啊你若有水分，草籽就爆出来。啊，所以咱那用安尼滴灌方式，敢那这个有食到水，边啊若无滴到水就袂发臭，你就免了人工去除草，因为除草是足麻烦的。我以前。我做囡仔时阵，定嘛许阮是大人派去蛇餐草、挂草、餐花草，吼、哦。我只买下一个种的，遐嘛挂断去。我、啊、所以咱台湾人吼、哦，实在是讲个也幸福啦，因为咱的水量、咱的年降雨量，全世界吼、哦，算排足头前的，因为伊这个以色列伊的年降雨力都啊。200mm，差不多咱的1/11呢，1/11，哦，那么因有法度用这个这个高科技技术，用到因免欠水，其实唔是免欠，因足欠咁啊用啦。因以色列政府规定袂使洗车，你看因水偌欠，因干来用鸡毛毯子把车背背呢，吼、哦，你若洗车用举报爱开罚单。看那个控制有严无？啊，咱遮虽然安尼雨水量遮大，但是联合国甲咱判定，咱是全世界排名第18名欠水的国家。啥物原因？第一就是讲，咱的水，咱的东西像哈，哦，这个国土足地，啊，个坡度拢足大，所以雨落来足紧的就危害呀，来不及渗透到咱的泥土内底去补助地下水。啊、所以咱若雨季来，咱就水灾；旱季来，啊，咱就旱灾。
所以供应不平均呐哈。啊，咱来检讨讲咱的粮食甲国家安全。咱台湾吼，其实若无边啊这个罗马国家，咱就较免烦恼。但是伊不时就讲要甲咱学习台湾啦吼。啊，若无听伊的话，有可能就要甲咱封锁台湾。啊，若封锁嘞，啊，咱的粮食就出问题啊，因为呐，以前蒋介石来台湾，伊还阁有一个战略思想，就讲爱储备粮食吼，战备粮。即句战备粮，我话大家足久毋捌听过啊。竟然台湾家己的粮食自给率敢若32%尔呢，剩的68%就拢进口的粮食呢。啊，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呐。咱若去哦，阿强啊封锁，吼、哦、用水雷敢若封锁，那么国外专家拢毋敢运入来。那么咱台湾人要食啥？32%连咪嘛无够食。啊！你若总共咱有半年的粮食的储备量，食完了，哇！咱就南北战争啊，吼、哦！大家都为着粮食来抢粮食啊。啊，所以你甲想，像因中国，因所谓5000年的历史，其实只差3000年尔。因这3000年，拢是战乱史啊，和平吼，迄、哦那个。像贞观之治，遮啥物较好过日的，无几年。大部分也有战乱，就是因为粮食有旱灾、水灾，产生粮食分配不均啊，不够无够食，所以发生战争。好，所以迄、那个本来是农民，啊无物件好食，就变盗匪吼。啊，盗匪包括官兵嘛是啊，无通好食就出来抢啊，吼。嘛，官兵会变强盗，吼、哦，啊，就有时啊，把这个政府规个 NNO 变过好啊，吼、哦。OK， 好，啊，咱你看，因为咱台湾政府无咧保护农民，吼、哦，啊，所以造成足侪农民愈做愈实，人讲做实，做农民农民另外一个称呼讲做做实，愈做愈实。啊，你本来有做10家地，啊，愈做煞啊无够，即块地啥来卖？啊，明年搁做，搁无够趁钱，搁摕去地，愈做愈实，所以愈做愈细地。即摆平均一个人头，即摆农民一个人平均头2.5分地呢。啊，所以你看伊这个，这块地伊就无要搁种植啊。我愈做愈实，我规去租人，租人迄高科技公司运用太阳能板生产电，啊，甲袂互台电，啊，台电迄空壳的，家己发电不用成本3元，啊，伊就去共买人个。4-5元的，吼、哦，好啊！这个嘛是本来布钓的，今嘛无爱布钓啊，啊，租人去饲鱼啊，养殖业，吼、哦，饲泰国虾，饲什么尼罗鱼啊，吼、哦，南美之类迄款的，吼、哦，啊，就是石斑 ，OK， 啊，这个表示讲农村已经真歹赚，做农人农夫无好赚只，但是讲起来，咱爱甲尊重这农夫呐，因老干吼。哦留下一个官，遐辛苦种遮农产品来互咱食，但是因的收入不成比例，吼、哦啊。所以像阮是大人，我无啥爱读册啦。啊，我看阮大哥甲二哥，伊拢使那个耕耘机去共耕稻啊，吼，感觉足好耍，我也想要去。啊，我因为算阮知影底下内底算较会读的，吼、哦，阮是大人都不允准我去耍迄个机械啦。啊，无咱我看迄机器都感觉足好耍个呢，吼、哦，像迄耕耘机咧，寒天咧烹饪，啊，伊用有一个水箱嘛，拢会咱落番麦啊，倒啊煮哪烹，啊那熟着哪食，啊会煮卵，感觉足好耍个，但是都无爱花耍呢，所以我足到今了个，有点怨叹，讲无耍着。啊，其实阮是大人个想法，就啊，咱祖先三代拢做农，啊你要搁甲做农？想看我会当另外去做别项嘛，啊，所以尾后我呐有去读电子科啦吼、哦、，OK， 啊，所以咱遮营养师我加减我有咧盗用吼、哦，好啊，你即马看农地休耕的政策安尼，遮好个农田啊，甲废耕都在发甲全田啊，啊那这乔木发个，哦，这个大足紧的吼，啊这哪个要大个，
啊，真来发一声讲，咱台湾向封锁，啊，马上要重新再耕作，你著爱请怪手甲遮大樟树啊挖掉，吼、哦，啊，搁顶来，遐花费很大的心血哈、哦。啊，而且你嘛，你废耕，政府著去，吼、哦，一家地还搁补助你5万，吼、哦，一分地5000安尼，吼、哦，啊，这是真浪费啦，哈、哦。OK，好、哦、啊，你看这有够讽刺的。山顶咧砌树、砌树啊，啊，最好的农地咧平地造林，这真讽刺哈。好、哦，啊，这里都无敌铁金刚啦，你看这三个，咧普农药拢无人挂这防护的面具，吼、哦。啊，这因本身是直接受害者，啊，其实啊免怪，那我不会点我热天啦吼，你敢若挂迄个口罩，啊，流汗口罩规拢湿去。你输无开膛啊！你输袂入来呢？因为我家己有排过药汤啊，我知影。那么，咱台湾人每一个人平均一年用掉9公斤的农药，啊，这全世界包，那毋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咱差不多输中国呢。吼、哦，因咱也是有汉文化教育落来。拢为着家己好就好啊，别人个囝死袂了。所以中国人的文化教落来就是讲，我为着要农产品会当种出来，所以我药啊用超重，互我的农作物看个拢足水足大粒的。啊，恁食了安怎我不管，我都买出去，我有趁着钱就好啊。哦，他是先以利己的角度来看。哦，所以中国有教一句话，我认为这错误的。伊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足错哦！这就是安那中国未进步，大家拢为着家己。但是你看西洋文化，因用博爱的观点，哦，因是用想我大家好，所以是安那因后边国家会强，因就是要如何获取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第一个优先条件。好，啊，咱许汉文化教的种。我家己要食的吼，要菜，我家己种一个，这个无除农药，啊，要销台北市的吼，这厝较重呢。啊，所以有农民讲，哦，迄台北人身体活用呢，我甲厝啊重的药吼，拢食伊呢。啊，开始住中间啦，去住农总啊，哎，急诊室各拢塞车。哦，哎，就是咱爱注意的讲，其实咱的农民是。无啥咧计较讲啊，我爱遵守啥物用药的标准啊，比如讲，即款药啊，都规定讲，你若服即个药啊，上班你都起码爱15天以后才会当采收。啊，因有诶无咧看这個，啊卖农药诶人也无咧管咧，我卖出去倒啊。农人来讲，我种一个木瓜，我都敢看有咧叶啊咧无共款啊，就虫来食。伊就去问农药行，啊，我即马爱除啥物药？啊，农药行啊，毋是专业，伊本身无咧种啊，伊敢若卖药啊呢？伊就想讲，吼，即个季节可能我歹对几项，其实是一项虫呢，啊是病菌呢？吼，伊就用像迄散剂安尼包咧4、5项，啊，你用即5项南瑞喷落啊，其实是一项就好啊，你若对症下药一项药就好啊，结果伊就也无去现场甲你看。所以，就反正我派5项，我会当卖5种药啊，我赚5倍。我若卖你一项，我赚10%尔。啊，卖你5项，我就赚50%，吼、哦，对吧？啊，所以就是胡乱用药，吼、哦。啊，造成讲，现在咱的农药是每一个人一年拢平均用9公斤，吼、哦。好。啊，其实嘛，毋是讲农民都一定爱储这药啊，就是咱的农政单位。对这个检验无足严格把关，你若有送红包的，伊就凊彩验嘛，吼、哦。啊，所以造成真侪人，咱家己食着农药慢性中毒，咱毋知影，吼、哦。现在即摆人遐侪辛苦病痛，吼、哦，第一就为饮食开始，咱的农产品呐、啊、不是健康的农产品，吼、哦，没有。咱就爱上班上无你爱做个没有农药残留，哈、哦，有机是比较高标准，
但是咱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不要有农药残留。OK，啊，你即马看这個，这我着讲买海蛎来食。啊，即马我咧看报纸啊，海蛎遐吼，啊，煞报纸看了，总甲牵起来煞袂记啊。三工后现个看到是开始咧烂，吼，即个。啊，三工就歹去啊！哦，即个开始弄啊，即感觉咧倒足紧诶。你即个若无甲摕掉，连咪即搭，即个着去倒着啊！哦，啊，即个着共款，即个感觉，即个共款，然后我看报纸若看诶，我差不多十工后现着，哎，啊，即个十工无歹，我着起怀疑，讲无好，我卖食，我看你几工后买歹，结果三十工还袂歹。哦，好厉害啊！啊，你看，咱要食即款三十工袂歹，袂歹，还是要食头拄啊三工歹？三工歹吼，哦，安尼算巧诶。伊这吼，因为遮点药啊，点落吼，所有诶虫，敢若闻着都拢蛇走啊。所以伊遮微生物无法度去甲分解，所以拢袂歹。啊，即咱食了吼，哇，咱会变个木乃伊哦，吼、哦，啊，所以农药足严重诶吼、哦。你看连虫都毋敢活，你看即偌毒，OK，啊，你看咱都市甲农村诶即个差距吼、哦，这是真卡翕诶，但是你莫被这个现象骗，农村无农人无遮好个，这拢是。大概是10年前开放农地买卖吼，啊，都市人就去庄脚买一个2分半地，啊，甲下2冬后了，就会当起农村的别墅吼，这起甲足水的，啊，接着这变做因庄脚的一个度假的所在啊。其实庄脚要足破败吼，啊，这破败部分我就无翕啊吼。啊，咱来看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因军政府入来台湾了，伊用对辣椒，就甲咱台湾人压制到安尼服服帖帖哈。第二，伊就利用28有计划屠杀台湾人的精英，差不多3万名。啊，这3万名的精英，拢类似咱秘书长职级的，好，因为伊蒋介石伊迄阵咧国共内战。伊就选三个所在，若万一伊建树的时，伊要走去对。第一就是伊迄个较西南部迄边吼，迄个中庆迄边就对啦吼。啊，第二个就是海南岛，第三个就是台湾。啊，尾啊，因发觉讲台湾物资丰富，吼，一年会当收3摆。哦，都比如阮南部有2届稻啊，啊，寒天收稻啊，也是迄个运输组之类的，吼、哦。那么蒋介石尾啊，是安怎选即个所在？因为伊发觉讲，台湾无迄个共产党大量渗透，伊会伫中国失败，就是规个全中国拢总迄个共产党甲渗透去，所以尾啊选即个所在。啊！伊要选即个所在，伊知影讲，遮个作者拢读甲足好个精英，遮个若无台调，伊来到遮伊无法度统治，吼、哦。啊，所以伊就事先派蒋经国，伊下骹遮情报人员入来调查各地方个士绅遮名单，吼、哦。啊，所以因入来就用有计划来屠杀咱台湾个精英，这是日本人替咱。自50年来替咱训练出来的精英，拢要杀死，这有够无彩。吼、哦，啊，第二，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因即摆台湾了，发现哦，台湾物资遮济，啊，因迄阵国共当年内战，所以足欠粮食的，所以甲台湾所有仓库的粮食拢运去上海，一半去倒卖，啊，一半支援因的国共内战。吼、哦，啊，所以。咱台湾迄阵的物资一直波动，一直起价，起价到无多到1949年，用4万个敢那换一箍吼。即、哦這个
台湾400年来毋捌有机缘，拄啊蒋介石来无偌久，咱台湾人，敢若米吼，一日三餐吼，一日起价起到尾啊，你着爱砸几部地钱去买米，吼好，啊伊甲大地主变做小地主。因遮个大地主嘛是地方个头人，哦，你若要反对国民党个时，就爱有遮个头人来领导嘛。那么伊就用三七五减租啦，耕者有其田，吼、哦，甲遮个土地、遮个大地主拢变做小地主。啊，小地主你就无钱，你就无力啦，吼、哦，你就无法度去抗议国民党个政策，来白色恐怖，就太无掠无完个，太无死个。你若讲话无下伊国民党的人听，伊就要举报，掠了去关你绿岛哈。OK， 我来用敌性反转、生论错乱的愚民教育，伊来个就甲咱教，讲哇，咱拢中国人啊，恁已经拢回归祖国啊，好、哦，我们都是中国人哈、哦。啊，安尼甲你教，啊，本来咱是日本的台湾人，抗民时咧修建的。敌对国家，伊即马甲咱讲，咱是回归祖国。啊，当然啦，回归祖国，咱变战胜国。哇，啊，台湾人都有诶，都耳光轻啊。啊，嘛讲啊，战胜国靠民主啊，战败国靠无民主，所以跳过加入国民党诶阵营啊，就是说敌性反转。吼，咱诶时代人因迄代是去跟中国人战争诶。吼，啊，伊即马来甲咱讲一个回归祖国了。咱去有骗你，啊，所以这是一个愚民的教育，哈，把咱的身份都弄错乱掉了，哈。OK， 我过来，搁用假民主的选举，哦，你看，咱若招标，那要招一百公的，咱的起跑点啊，拢伫同款的所在，咱无话讲。但是咱咧开民选举，等于因是伫50公尺以前遐咧等人啊，迄起跑点不一样，因有东山，第二有。军公教的这个基本票源，过来，伊控制媒体90%的媒体，无论是电子媒体还是平面媒体，拢控制伫国民党的手里。啊，所以，即个历史上的事件，即个解释权拢伫因的手里。哈，伊会当把乌的工作白，白的工作乌。啊，所以，即款的民主。咱若要赢，咱就要先赢差不多50%开等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假的民主选举，无公平嘛，吼。OK， 啊，这是40,000啊，一块新台币。啊，你甲注意甲看，为啥我来顶看到讲台湾并无交予中华民国，安怎？你若一个国家，你的币值，哦，你讲美国用美金，法国用法郎，英国用英镑，日本用日元。那么你中华民国来台湾，你要发行新的币制，你太无发行你的中华币，那还搁咧台湾银行的这新台币，吼、哦，伊太唔是讲我这中华币，吼、哦，表示台湾唔是伊的嘛，吼、哦、，OK， 好，啊，咱就来看这外来种的这植物，哈、哦，这拢对台湾足好的物件。尤其番薯甲番麦啊，救咱台湾人救真济，因为番薯足好种啊，无水吼，欠水的时阵就爱种番薯甲玉叔，平常时拢种水稻啦吼。啊，若较旱季的时，我像较早嘉南地区伊爱用轮作，吼，伊个水无够用嘛吼，所以你今年若播稻的，明年就换别人播稻啊，啊，你就爱种。番麦啊，还是番薯这方面哈、啊，啊，你注意个看，这个叫番石榴，这个叫番茄，啊，这个叫番啊姜，这番薯，啊，这番麦，啊，这番啊花，外来拢叫做番，啊，我嘛方叫番，啊，我本地呢，应该是1949年德蒙来遐开始番呐，对不对？啊，结果阮方讲阮是番，啊番这是好的啦，吼、哦。OK， 所以做些代志咱拢搞错了。比如讲乌番薯，咱拢讲迄老乌啊，
错误，蚵仔是咱本土的，番薯是外来。哎，多边讲，因遐是番薯啦，吼、哦，因较是番吼、哦，啊，遐番，我们要把它当人看，我们要重新给它再教育。哦，遐来，甲咱台作业办的遐优秀的人拢甲咱台台调，哦，这对人类来讲，这是一个足大的损失哈。OK。我来讲绿梅花植物哈，啊，甲果酒，这个加包裹，介济人唔知啊，但是你来讲树葡萄，介济人捌啦哈。OK，啊，这树葡萄真好种，你甲浇几摆，伊自然就发到安尼边管边管啊，边胖，哦，啊，春天新叶啊吼，足翠绿的，伊那叶啊，伫一礼拜，香香落了了。搁一礼拜后，哦，规个拢发到青变变吼。你原底是安尼嘛？啊，一礼拜后向落了去。啊，这是哦，起来伫盆啊，买卖起来吼。啊，即马树葡萄有两个品系，即个大粒种的，即若生起来比50块的应该较大。啊，即进步点上济，就是即头5块至10块的即个大系列啦吼。好，啊，即你看伊开花为头部根部遮一开到尾溜去。这是我的算第二代的树啊，就是我同大生买差不多300几丛种吼，爱配到我算上早买的啊，所以拢足大丛啊。啊，全台湾迄阵大部分的大丛的树啊，拢伫我手里，所以因有一个家伙讲我家宝王啊，啊，我拢家伙讲我毋是，我姓潘，我家宝潘，啊，所以。因迄阵若来找会生会大丛的，拢会报到位我遮来。爱来拢讲，看者啊，对几丛上大丛。因拢台湾人吼，拢爱臭肥，拢要种上大丛，拢要第一名的了。我就讲啊，差不多即三丛上大，你家己种，哦，再种了卖，开2万块也卖出去。啊，过来3万也卖，开5万嘛卖出去，到尾啊，有一个西边做礼拜，讲看者你上大丛的对。哦，迄看伊价钱足臭肥，我来，遮即三丛，啊一丛偌济，讲15万，啊有树遐贵，啊我讲，啊你使免做，啊外口嘛足济人使免做，也无稀罕啊，啊你若住白种，啊种白种嘛满世界呢，无啥稀罕啊，啊你若搞种一丛济吼，种了把它生葡萄，你家己的朋友臭肥，因绝对无，天天讲很较有影哦，准搞买一丛转去。啊，半年后生吼，好，臭屁甲足欢喜，过来甲我买4丛，嘿，所以台湾人就是拢爱臭屁，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吼、哦，有咱台湾人有即款大头病啊，吼、哦，好，啊，这花哦开遮济吼，足芳的哦，啊，我迄阵去300丛，这一届开发生啥物代志，你敢知？好，你有芳。有够芳芳甲会臭，芳甲会臭，这恁绝对没有办法想象，迄浓度伤浓，所以变臭。比如咱咧煮菜，恁若淋无拄哦，足好食。啊，你若规包甲落来，咸嘟嘟，咸死人，你都食袂落去啊！吼、哦，你看伊这堪鸟巴拉花共款，堪莲雾花共款，伊这号做桃金娘科，伊堪鸟巴拉、堪莲雾是共科的哈。所以你看，伊个莲雾花、鸟巴拉花拢差不多即样。啊，莲雾伊原来稀有个干生果，啊，咱树葡萄同款原来稀有干生果。啊，鸟巴拉是伊花开伫尾溜，哦，生伫尾啊，啊，即拢生伫树干，哦，即叫做稀有个干生果，好无？啊，即另外啊咧开花啊咧结果哈，啊，即等于三代同堂，后咧成熟啊，啊后还佫绿色，啊后咧含苞啊咧开个，哦。全世界上好种的树啊，伫这里。哦，啊，这伊的树皮嘛，脱皮啊，哦，要把它买脱皮。啊，就迄阵有6间电视台来采访，啊，我就挽这个叶啊，吼，啊，我甲做做个片啊，讲人咧种菠啊，生菜瓜，啊，我咧种要把它生不倒，你片看嘛，因片片，哟，啊，就叶啊，它要把它皮咧，哦，还是做个生呢？啊，即你看，为头部根部就生起来啊，吼、哦！啊，我即为
中国翕落翕倒落去，吼、哦。啊，这第三代啊，我正到今年第三十年输不到，吼、哦。这真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哦，啊，这张就趣味啊，哎，啊，这台拢无，这个个拢无去，这个高度的个拢无去。原来咱阮这个吼，唔是人爱食鸟，鸟也爱食，鸟鼠也爱食，啊，佮狗也爱食。我有饲只，一年一中国，我爱食做我食，啊，我那个要饲只鸟，我那个放互去放晒就，互伊走走的。啊，一般伊出去拢走走三分钟就入来，啊，但最近拢走较久，叫我跟踪，好吧？就是拢爱食猪葡萄，嘿。就这样，这凶手，阿姨怀孕了，结果生几只你知无？唔啦，生16只。哦，我为着要算讲生几只哦，我掠一只、两只，我杀一个盘，啊，我掠过来哦，一只、两只，啊，狗尾佫到家倒转去，啊，所以我伫遐算半点，算袂完。算到尾好啊，就佫要加两只，我都火啊！哦，到尾啊，就伊忝啊，出去放菜就我赶紧算，啊，知影讲算16只，啊，计有3只迄个，因为伊也要倒只，毋是倒下嘛，有3只迄个跌着，迄个跌死，做无在。好、哦，啊，所以那这个去破纪录，印度传奇创世界纪录生11胎。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载，嘿，啊，所以我来讲哦，这个唔知道有食到树葡萄无？啊，我来讲啊，女孩子吼、哦，你若不孕症的吼、哦，加减食看卖，但是莫食伤济哦，无你若一届搞生三个，啊，你两只手抱了，啊，第三个用脚拉，吼、哦，可能有效啊，因为这维他命足丰富的哈。哦啊、来介绍平地樱花，或者我甲好做三月樱，因为拢伫阮屏东遐三月份开始开，开到清明过。啊，这个就种唔着品种哦，吼、哦，你看这花开差不多，唔知有1/10无，剩了拢叶啊。啊，咱的吼、哦、是叶啊，拢头落了的吼，哦、较开。哦，啊，这就是开始要下的时，这新的叶啊，快要出来啊！吼、哦，无，这是咱台湾咯，唔是日本的，唔是那个，伊这个是美国去印度北方去选育出来的栽培种。啊，这伊有一个好处，寒天的时叶啊落了开春、开花嘛，哈、哦。啊，火下了，然后一个月后，伊就发到青变变，所以车会当在下面乘凉，哈、哦、，OK。好、啊，这是国外，因这国外因为因种足久啊嘛，啊，我这头种8年尔，好、哦，所以当然较无遐壮观，啊，但是过我8年就好啊，哇，特别要发到安尼，遮水啊，哈、哦、，OK， 好，啊来。黄金果，伊这个因为伊皮是黄色的，啊个金皮，所以叫黄金果哦，好个做个听，哦，啊这个物件做好生，伊的前身就是伊的母长是较早咱为农技所去新加坡因五长里边，啊有一长伫外口做田间试验，啊阮为啊因来种吼。那么，迄张田间试验的迄张，差不多电话条较粗啊吼。四当前统计到，伊一年差不多生2500粒，一张你着一家伙的人食袂完，着爱阁送厝边隔壁。哦，啊这，迄、那个果菜啦，你用圆珠笔电话甲写字，差不多2分钟后，伊着氧化，伊着浮出来。哦，爱点，含树葡萄包做伙做一个小礼物，送我男朋友啊女朋友。哦啊，这大粒种的，这一粒头一斤，啊，头拄啊，迄个是差不多，迄古种差不多3粒一斤，但是古种的是较芳，较细粒较芳，啊，这是较烂，风味较袂好。
好来，啊这这个水果我推荐讲，或者全世界上好种、个产量上多的水果，就这个。啊，这遮好水果吼，你一定爱种。这我无，我迄阵敢若评估了，我讲哦，这遮好的水果无种，我会艰苦，所以我就种一片。啊，这两个无共，我诶种的是草生栽培吼、哦，我这拢有老草啊吼。啊，这我另外朋友种的，伊草啊拢甲除死了了。啊，其实即、这个红龙果吼，伊是虽然号称讲沙漠植物、耐旱植物，但是伊嘛足爱水的。你愈有水，伊生长了愈好，愈敖生吼、哦。啊，因为伊是气根呢，跟砍兰花共款，所以你爱种草啊来甲遮阴嘛。啊，你甲除根根，伊一定种于土骹落去，所有的根都怕阳光，吼、哦，你爱记即点。啊，所以你若有种草生栽培，你落肥落来，伊根部水会当吸收，水食着。啊，你若落去土骹，你若无压水无落雨，食袂着。吼、哦，根在泥土，啊，你肥下你的泥土顶悬，食袂着哈。啊，伊即个花吼，像即两花开做花，你会当甲梳，吼、哦，挂一个吊。那么即个花。会当等于切落幼幼，煮蛋花汤，主动看根，因为伊有非常丰富的植物性胶质，吼、哦，吼、哦，因这花吼，拢讲好啊，花开拢做一解开呢，啊，这是子蕾，啊，边啊这种雄蕾，伊花若落下来了，树若完全就足大粒的，一粒拢会当经过，好，啊，你看这只高生。这花苞，啊，这绿色果实，啊，这红色果实，这红色果实，这个差不多3天就样办啦吼。伊这每15天生一摆哈，每15天开一摆花，所以你每15天会当办一摆。啊，一年伫阮屏东遐会当生11摆，吼、哦，啊，若中部可能10摆还是9摆安尼吼，啊，来北部可能八到9摆哈、哦。啊，所以有啥物水果一年生十几摆？无嘛，你山啊，一年生一摆，莺莺啊，一年一摆，荔枝一年一摆，哦，啊，所以遮高生的水果，你若讲种这个袂趁钱，你其他的水果毋免种啊，吼、哦，我会使安尼甲伊讲，啊，佫偌好种呢？阮第一摆种哦，有一摆枝条甲插倒柄，伊为顶悬发根落去，要甲种好是足困难的呢，安尼你佫袂爱种嘛，啊，佫免农药啊，我种的吼、哦，我无咧除农药啊。啊！你看我的果，哦，鸟鸡也做爱食，这种鸟鸡要食一空有无？啊！你这看皮衫歹歹啊，这就是瓜牛食，哦，这瓜牛食有无？甲你酥，表皮拢食掉，哦，有无？这拢伊食嘛？这种食的瓜牛，啊，因是检验师啊，伊来检验看有毒无，若有毒伊绝对毋食，所以。食着我的水果会算幸福，因为我无咧普农药，吼、哦，伊是农药残留检验师啊，吼、哦，好，罗岗梅即个树啊吼，伊一个好处就是讲，伊出新叶拢红的，啊，所以有人七八月朋友带。伊个朋友去参观我个农场，哦，看下啊，你个枫叶太暑假咧红，我讲无啦，你看毋到，啊，这是罗岗梅，OK，红花枫林，啊，这真水啦吼，但是伊个缺点就是，伊开差不多1礼拜7天开始写，到第10天落了了啊，啊，咱头拄个3月1日哦，开50天，拄啊伊个7倍。7749，这是看真水哈。好，啊，即马咱来探讨讲，要安怎种优质的水果的3个要件。第一个要优良的品种。其实我拄个红龙果吼，我拄开始讲要种吼，啊，种苗商，我若去一间，伊就讲哦，伊个全台湾上好的，啊，我就甲买几百支啊，啊，即个也买几百支啊，我买8个品种。结果，
有一间上贵的，伊的纸条差不多笑二至笑半，一支要250块。啊，我那安尼，我甲你买400支拄啊好，10万块，我甲你买400支，歹卖我嘞。哦，你看有晓摆无？伊讲你上少爱买500支，400支无买，哦，我较艰苦嘛。种伊个上好个，我哪甲买呢？因为伊个广告吼，冒一粒只足大粒，像人囡仔个头遐大粒，堪伊个头比做安尼。我一粒拢金盘以上，啊，即无买来种艰苦。结果种了一年后，检验成果，我即辈个品种，同样的施肥管理方式，拄啊伊个吼，第。上生上歹食，啊！我甲买一个品种了，种出来变五行，后长个的，先甲长个后，先甲圆圆的，后鳞片45度，后鳞片倒弯的，后黑豆红的，后粉红的，啊！我装一桶送去果菜市场，讲啊，你这什么品种？我讲啊，这都一个品种叫做尊龙啊。啊，他会生五六种，我说迄个计数做歹，迄个拍车，啊，所以迄批花了，我就叫阮大哥统统除掉，最先被我淘汰的。哎，我迄阵讲叫做8国联姻，我感觉买到第九个品种开始，头拄啊迄个好品种啦吼。我种出来遐就种到21度半，哦，迄比圆圆较甜，哦，啊，佫芳，啊，佫无农药。啊，所以我迄阵咧种的是，因为我拢无饲养个，啊，拢迄个瓜农甲我食甲外观歹看，啊，所以阮太太吼，我拢为迄批开始，我是拢交阮太太买，啊，食出信用，啊，所以拢伊个朋友来登记，哦，你即个登记50斤，哦，啊，我着若办的时着通知你来摕50斤去。啊，黄哥虽然在我讲一届，但是伊有一届会生较济。好比讲，一届生较济1000斤，后一摆可能大概剩600，过来个1000，个600，伊有安尼吼。啊，所以有时啊，伊搞定50斤，啊，遐济人要食，我无法度供应，只有减半供应。你搞定50斤，我就互你25斤尔吼。所以阮无咧上市，拢伫阮太太诶店吼，当机咧买卖尔。啊，其中有几个啊，讲，哦，啊，恁先生种这拢遮歹看，拢外观拢无好看嘛，吼、哦。啊，我叫阮太太讲，你甲讲啊，讲好，恁若要食外观较水的吼、哦，我叫阮先生有一撮吼，拢喷农药，啊，莫迄拢足水的，迄较来好哩。伊听了讲喷农药呢，哦，没没没，照安尼食得啊，过道拢无代志啊，因为咱是要食内容物，咱毋是要食外观。哦，你若要送人诶，哦，迄另当别论。我来铺一撮较水诶，迄别人食诶，但是我毋捌做过即个工课，我拢甲讲过了，因拢想种，啊是，咱老是讲讲，讲咱这是因为无农药，所以你看虫啦，啊是鸟啊、鸟鼠啊，啊是蜗牛拢会来食，表示即个是健康诶农产品吼。OK，啊即个，所以优良诶品种足重要，就是安尼。那种着品种，爱狠下心来，赶快淘汰掉，啊是利用接枝的方式，甲改良品种，吼、哦。好，第二个思维管理的种，别别我较好的品种，哦，我这个品种，我朋友甲我买去种，伊今年甲佫去年比赛拢冠军，哦，就用我这个品种。那么，你若买毋到伊，确定你若种了毋到。就赶快把它改良，但是你若思维管理唔对，好的品种你若种袂出好的品质，哦，就是因为咱台湾的农民对这个思维管理，真要做的农民，迄个肥料的三要素，氮、磷、钾，伊毋知影，氮肥是在做什么的，啊，磷、钾肥是在做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哦，这足科学，这是咱的农政单位。我那爱检讨哈，是安怎咱农民对氮磷钾搞不清楚？因为你若要催花，就是磷钾花爱较重嘞，啊，控制水花较会来。好，啊，你若
比如许啊枝条发展的茂盛，你的氮肥就要较悬啊。所以氮肥是咧生长的速度。所以最近咱的检验单位有讲到讲，风灾期间作者蔬菜为了抢种抢收，所以伊的硝酸盐的含量足重，也就是因为你所落的氮肥，伊爱经过阳光落去。迄个分解，哦，对这光合作用给分解掉，啊，所以因的抢收，热天有大一个天托，因还袂完全熟成，因就挂啊。其实所有的动植物，你要让伊生长，要让它有时间。但是你看咱即马鸡啊，拢几礼拜啊，吼，拢后48天就出啦。啊，较早咱鸡啊，拢嘛爱饲几半年以上，吼，啊，即马毋是。7礼拜就咧出鸡啊，迄拢煮，迄拢用哦，饲料内底拢有用迄个生长激素咧有食吼。好，啊，过来水分管理的种，你欲互水果好食，就是讲控制水分。吼、哦，你若花来了，欲互开花进前爱控制水嘛。啊，花开始欲开，你着爱水着爱正常供应，无会生理落花，还是生理落果，吼、哦，哎，产量会少去吼。哦啊，有时啊，咱的树啊，吼，乔木，咱若要取出来，就路边位啊开过，啊，毋感觉毁掉吼，啊，咱就爱做移植的动作，啊，这是传统的移植方式吼，就四个连弄弄个剥开，啊，这是树葡萄，树葡萄较好煞，所以乌青青也就好啊，免像头拄仔迄，头拄仔迄是属于迄个樟科的植物吼，诶，肉桂较歹煞的，规个种乌掉吼，啊，这就头拄仔三月因。但是3月因因为伊的叶啊足多吼，足大丛的叶啊，所以安尼留一条树根在外口好蓄水，像迄吸管伫为外口个蓄水，你欲供应即个土壤，无即个土壤的水分足少，即你若一工无压水，就随抽干去啊吼。啊，甚至有时爱搁自动灌溉滴灌系统为遮经过吼。OK，好啊，这是乌好要调出去啊吼。啊，这是另外一个包装方式，这是东航的，因欲假肢用。伊甲我买，伊等于下到伊个店遐边仔个土小啊，砍下就好啊。啊，若有人看好，就直接个调走，就卖出去吼。好，啊，这个三月因是新的植物，有一个东航的来讲，啊，你啊先搞乌好了，啊，土个回填，吼，这土回填，等伊新的叶啊，我新的叶啊剥出来了，确定成熟，啊，伊才来请吊车，吼，安尼吊出去，吼。啊，这是要外销的哈。好来啊，自动灌溉哈，因为咱即卖农民，较早农民拢用淹灌的系统，都大大缸的水铺一只啊，互伊流流去到后壁去安尼。啊，这是最没有效率、最浪费水资源的，因为足侪水伫你流中间都一直渗漏落去啊，哈。啊，所以拿来用自动灌溉，哦，啊，这头拄迄是。传统的类比系统，啊，这是微电脑系统的哈，啊，这个我拿微电脑系统，这美国的哈，这个足好用的哈，伊这会当控制你一礼拜是要对一工拜一到拜礼拜对一工要喷会当控制，好啊，会当控制6个区段，啊，比如拿6分地，你甲分做6区，即区要喷3分钟，即区喷5分钟，即区喷10分钟，都可以单独控制哈。啊，一工会当喷3届，早时啊喷，下晡喷，半暝啊喷，也会当控制，所以这做好控制。啊，这嘛会当控制，2工喷一届，3工喷一届，5工喷一届，啊是逐工喷一届，所以这个做好，甲农民教，大家拢会晓用，做好用。啊，这是以色列的喷头，以色列因国家吼无啥物资源，但是因研发的人才足侪，因发明这工程塑胶吼。啊，甲遮结果拢有专利哈，这我用10几年，袂歹。啊，伊家己无生产哦，伊拢授权互咱台湾生产，包括澳洲也同款。澳洲因对塑胶工程的材料工程学，也是各方面的专利足侪，但是你看，
澳洲这个国家，伊竟然土地这块，他都舍不得污染，他宁愿授权让你台湾的厂商生产这些化学的化工产品，塑胶产品，啊，这污染留伫咱台湾，啊，咱是干呐趁一丝仔工钱，其实迄种环境牺牲我们的环境去换一些工钱呢，啊，所以你看人因的国家多么保护他们自己。啊，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因为他是过客，所以他不会爱惜这一块土地，他只叫我们台湾人变经济、变经济、变经济，啊，变卖，系伫个落地啊，啊，台湾人戆戆做，啊，那税金互因咧乌白歪割、乌白开，哈，咱比如这样讲，那100块差不多30块开伫工程上呢，剩咧70%拢因上下其手分掉去啊，哈。拄爱甲恁讲，即个叫做围喷的，上兴水的是头拄爱滴灌，啊，即个叫做围喷灌，吼，啊，过来即个大面积啊，吼。好，啊，要改良品种吼，爱用遮个工具啦，吼。即马先出一个叫做石蜡胶末即个物件吼，你甲包包咧。就也崩起来。另外，一些接触点做薄的呢，哈、哦。啊，伊头拄啊，这个石蜡胶膜是防水又透气，咱较早吼拢做麻烦呢，薄薄的得个空看塑胶落块有诶无？这哈，好、哦，这个接酸啊，因为这是正里涂骹，所以伊的生长力足强诶。啊，你若跟他靠头拄啊，这石蜡胶膜惊会裂位，所以爱用电气胶布搁甲封起来。啊！但是你若差不多3个月后，电池接不要甲挂开，啊，无即伊像迄塑颜管安尼伊塑着吼。啊，即拢爱挂开啦哈。啊，你若讲拄咧学接，惊技术无够好，你一个所在甲接2支，啊，即支若无过，起码即支过嘛算成功吼。啊，但是旧个品种若不行呢，即你爱甲除掉吼。OK，来看我个远景吼，即个我都。正三月因啦吼，啊，这个是罗岗的，吼，啊，这内底树荫内底，含外口温度差不多5度，好，病虫害甲风灾，吼，啊，这个我接好的吼，诶，山啊，上新的品种，结果已经发遮长啊，结果有蛀心虫，甲你救一个都救死，吼，啊，这是啊，这啥树类的弄啦吼，福寿螺，好不好？这福寿螺。这福寿螺买的吼，一年会当生8000粒的卵，所以要繁殖足麻烦的，伊的繁殖的速度太紧，所以早期咱是因为南美因这物件是要替代法国的螺肉吼，迄阵法国的螺肉讲偌好，价都偌好价，啊因入来了，毋知讲咱台湾人的喙齿遐来吼，食袂合，所以因拢弃养乌白蛋。哇，全台湾发甲满世界，啊！伊这吼、哦，见到绿色植物拢该食掉呢，所以咱的水稻吼、哦，拢许这食甲作严重，所以农委会都爱开几啊，逐年拢发药啊，以前拢爱发药，农民去防治。哦，啊，这嘛是蛀心虫蛀的吼、哦，蛀甲一工一工，安尼有法度，伊个差不多像狗遐大只了，有法度甲遮大丛的树啊，甲你蛀死。啊，这较大只，咱呢台湾呢新点天牛的幼虫，哦，这嘛是蛀心虫，伊胃中甲你食，啊，伊长树啊，都要食死，好，啊，这另外伊成虫了，这大只，啊，伊出来了，嘛就搁咧食这呢，食这树干呢，甲你食环状剥皮，食这迄位就打死呀，哦，啊，这是蛔虫，哦，青虫，人讲一般讲青虫，啊，伊拢甲叶绿素拢食掉，哦，另外这规个许食掉。啊，因为我遐都无咧除药啊，故在食剩咧我诶。啊，我嘛想讲要来种有机诶高丽菜呢，我若种，你买10丛诶款，结果2天较无闲吼，过来巡我，2天无来掠虫呢，又食安尼去啊，有无？这青虫你知有无？这凶手你知？到尾啊吼，过一届过两三工无去我，吃光光了。所以我即马
若要食有机蔬菜，爱来有机蔬迄、那个蔬菜店买较紧啊！吼、你若无专业，足歹做好一件代志。吼、啊，所以以后咱民政府执政，要来推行有机农业，因为咱爱疼惜咱的土地，保育我们的土地水源，因为这农业你处理过量落雨，老水淹吼。然后害人，啊！若种我过来，拢是咱咧家己咧食啦，吼、哦！啊，所以咱要推广有机的蔬果，啊，需要咱民政府咱遮同心吼，大家做伙来拍拼吼、啊，我这就真正有机的，这我家己的我一个土壤吼，我若要换盆来要用，啊，要袂用，我先甲种这讲叫做日本乌甜啊，这就真正拢无喷药啊。伊病虫害阁少，哦，所以等于无啥物病虫害。伊若有食，有一空一空许食，无要紧嘛，食剩诶就咱诶，变的变的，这变的，嘿。我伫屏东平林诶中心点，诶，拢变的，嘿。我拄仔咧讲。这些只天鸟，啊，我都甲大东树啊救死啊！啊，这就是幼虫咧救，吼、哦！啊，我呢甲注射呢。即马这大乔木，说会当发作悬的啊。乔木，乔木有大乔木、中乔木、小乔木，乔木就拢大丛个了，灌木就拢较济丛。不，大樟树啊，一般就是有分嘛，吼。哦，比如讲2公尺以上，其实就甲算乔木，啊，2公尺以下就甲算灌木。伊上我发到安尼尔，上不去了，啊，又就发到边仔去，嘿。好，啊，这个我甲救吼，这丛有我救个，哦，即摆佫发到青变变啊，好，啊，这或者。橘红春象哈，啊，这个主席啦，因咧开会啊，这个是主席，因咧开会讲，咱明仔载要来食对一掌安尼啦，啊，散会，宣布散会安尼，都我翕起来，好，啊，顶我树葡萄，拢许鸟啊、鸟鼠啊，甲你食甲拢空壳的，好，因拢无农药啊，足好食的，所以他们都毫不客气，你毋免甲邀请，伊家己会来。哦，这嘛是啊，拢鸟食。哦，啊，这都莫拉克巴巴风灾。我想哦，啊，这 Y 字形的，这一定会裂位，我为只夹起来。结果天不从人愿，伊煞为只个凹断。好、哦，啊，这全倒，像咧拍保龄球安尼，肯定全倒。哦，啊，真正莫拉克风灾，真正有大吼、哦。你看。连椰子树我都淹了，都表示这风台真了大。那么，伊这椰子树拄啊倒去我这边来，啊，这侵害我的领空，我就可以给它处理掉。哦，我、啊、这椰子吼、哦、很老的，很慢，我好食的。我、哦、这风灾蛮严重哈、哦，水浸之灾。这本来是发甲水当当，吼、哦，得袂当采收啊！我啊浸水吼，迄根拢浸烂，所以就拢倒落啊！啊，这树啊嘛同款啊，阮遐地下水足丰富的，你看一个人，迄自来水他拢漏几工的，毋是伊无爱惜水源啊，迄是主动出泉，吼、哦，就阮屏东个。尤其竹田地区啦、内埔地区啊，拢安尼吼，啊，所以阮的地下水管个啊，伤过悬吼，伊下骹只根去浸着水，烂去啊，所以就规丛会死去，这都叫做水浸之灾哈。啊，这个就人祸啊！你甲阿弥陀佛恐吓安尼吼，伊若举你无法度举起来吼，它一定会越来越衰败，因为植物的根部它需要氧气，啊，你这个恐吓巴巴的是水分也灌袂入去，氧气也袂入去。它会闷死掉，哈、哦。
我头拄啊种迄个做树葡萄，啊，即个做树西瓜，即树西瓜的花，哦，啊，即个做树西瓜，长在树上的西瓜。啊，即个像有个人讲，哦，即个熟客，毋是啊，即乃子啊，即我种一丛足大丛的生一粒。免笑，因为我是要做有机的，所以拢无除药啊。结果无除药就是没有产量啊。进步型的惯性农法是安尼，所以有机的水果你要尊重它，较贵，爱甲想讲人家做辛苦的，较做出来。啊，我捌伫我阳台种迄个辣椒、小辣椒无，因为我想讲。有时候，然后欠的时，咱也家己种，有通啊随便来食。哎，长完了足趣味，完了有开一挂花，但是结拄啊结一点尔啦。啊，我来讲，就种哎，差不多，我拄啊爱温肉嘛，我最爱食辣椒酱油迄款的，啊，拄啊欠辣椒啊，遐有一丛，啊袂红哦，完了得要熟啊，我无上班来用啊，真无时间去出去外口买啊。啊种啊咧切，咱毋知遐咪担看麦，一甲。担一个吼，夭寿上许会停着，停着安尼，烧糊啦。我关于冰箱摕冰角安尼，一粒一粒食，甘头半点钟甲退烧呢，表示伊所有迄丛的辣椒的能量拢灌伫迄粒啦。所以即丛哦，我有营养嘞，你知吗？所以我即条咧食吼，拢看看享受，讲吼，即规丛的养分拢灌回家来，啊，因为我遐吼。无咧厝农药，所以做者野生的动植物吼。啊，我上我早晚会拄着伊，啊，我伫门口，我工寮的门口，我拢伫遐困中昼。啊，门口下一个这，哦，好佳哉有粘着，啊，无迄个礼拜感觉困到加者，啊，这足毒的啊。伊迄惊走神经的，你若加着，你会起爱困，啊，困伊就无起来啊。今仔我就不再讲啊。啊，这个我的自动灌溉电脑。我都开拍袂开，原来一只蛇甲你揢伫遮，我都拍袂开啊！哦，啊，即只我饲的足偌只，遮长啊，选你下骹骨头有两尺呢。哦，啊，这是因为我做点鸟鼠啊，鸟鼠来食树葡萄，啊，蛇来食鸟鼠啊，这有一原来就是生物链啊。哦，啊，我遐嘛有介只野鸟，鸟嘛会伫遐咧食掠鸟鼠，啊，这虎头蓬松。诶，到了哈，OK，好，阿伯，我今天先讲到这，好，感谢大家，起立，起来，好，来，遐姐。